各位朋友，欢迎回到楼霸享乐生活频道。生活，生活就从今天开始。楼霸消失两个礼拜啊，这两个礼拜呢，都在忙着二宝的出生啊。因为楼妈在十一月份哈，终于把二宝生出来了，这一阵子都在手忙脚乱啊。我们今天也是要来开箱啦，来开箱一个跟这个二宝诞生之后比较有关系的一个产品吧。那么现在就来看看这个产品吧。哎 ，OK， 没错，就是这个 Unilove， 这个叫做床边床啊，就是小朋友在睡觉的时候，他给我自己的独立的床，就不用跟大人一起睡了。就跟大人一起睡也是有一点危险性。哎呀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之前柔宝贝刚出生，其实都是跟大人一起睡，其实柔爸在睡觉的时候还蛮怕压到他的。哎，那跟小朋友一起睡是还蛮危险的一件事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开箱出来。哎呀，啊！啊！哇，好重啊！哦哦，里面还要送一个这个什么东西？反正就送一些东西啦。OK， 我们来快速组装这个英国品牌 Unilove Tummy Pro 的床边床啊，它这里有一个 C 型带，就可以让你方便带着走啦。不过真的重量也是蛮重的哦。那刚刚罗爸已经先研究过一遍了，好，拆开，快速组装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这边有一个支架，先放着，两只脚，打开，。好，这边有一个横杆哦，可以撑住。OK， 其实撑住了就可以立起来了，你把它立起来。它这边下面还有一个架子哦，小心不要掉了。你就不要掉啊。OK， 那立起来之后呢，其实这个下面的架子还不是很稳啊。那下面呢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这一个架子啊，这边呢，我们要看一下，换一个角度。它这个有一个铁片啊，把它塞进去。这个架子啊，有一个铁片，哦，对准，塞进去。这个卡榫，它咔一声就沉了。它这下面都有扣子，把它床跟底架扣起来。好，这边检查一下有没有扣起来。这边也扣起来了，有没有看到这有两个洞？就刚刚装我们那个架子的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支撑架装到这个洞里面。OK， 这样大致就组好了。啊，只是说，哦，说明书有讲啦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这个伸缩脚，脚把它拉到最长，这样支撑度比较好。OK， 然后呢，这每边的轮子啊，都可以把它锁定，就不会让它一直乱跑啊。OK， 那这边呢，这边是可以调高低的，这边有一个安全扣，压下去就可以转了。哦，这边转，到这边是最高了。那这一边呢，这边是算是床的前面啊，前缘啊，就是跟我们睡觉床的合体的部分，那我们把它拆卸下来。哦，这边有拉链可以拉开，拉开之后呢，把它往外推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合体喽，跟你的床边靠在一起了。那这有架子，小婴儿就可以在里面睡觉了。那如果不要呢，我们把它关起来是可以。哦，关起来，这个拉链就要拉起来。OK， 这就是 Unilove 的床边床。那另外一边啊，另外一边这个是做磁扣的，它可以这样卷起来，其实可以卷起来，我把它卷一下。这边的把它卷起来啊，这样子就可以看小 baby 了，两边都可以看小 baby。 那这一款产品呢，主要是这种适用五个月以下的婴儿使用啊，五个月以上可能就比较不适合，五个月以上它就会翻身啊，会撑起来，会跑起来，所以这个床边床就有不适合使用了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这边也可以看到婴儿在里面活动啊，是不是蛮简便的呢？那它还有一个安全带啊，我不知道这安全带怎么用。这个安全带要怎么用呢？好吧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是稍带哦，现在怕就是
带各位去看看我们家的二宝怎么在这个床上睡觉了。好吧，我们下一趴见。介绍是那个妹妹的婴儿床哦，妹妹呢可以睡在里面，可是比我还喜欢睡在里面。然后现在我睡给你们看喽。你看，你看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做。没在睡觉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已经开箱完了这个二宝的床边床啊，也由柔宝贝来为各位试躺了一下。哦，柔宝贝已经18公斤了，那这张床呢，看来它上去躺，重量是绰绰有余啊，是可以支撑这个18公斤的重量。那对一个小 baby 呢，这个重量应该是还可以承受的。就说明书上面啊，他没有很详细说可以到几公斤啦、啊、那我们在门市问呢，他说可以承受到15公斤以上。那说明书上面是说明哦，大概可以用到5个月大哦，小朋友会翻身之后可能就不建议再使用了，毕竟他如果自己爬出来可能会跌倒，有一些危险性啦、啊、那如果当成晚上睡觉床呢，我觉得是还蛮适合的啦。好，那我们就几个优缺点来分享一下好了。优点呢、啊，就是它的收折快速啦，你要组装也很方便，它要带着走也是很方便的，这可能就是它的优点吧。那缺点呢，我还是要分享一下，它重量啊，其实还是蛮重的哦，背起来大概可能有将近十几公斤吧，所以不是说哦很轻的一张床，所以其实也是。蛮有分量的床，那空间呢？其实空间也是当然要床啦，所以也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啦。那它收折呢？收折其实还是蛮宽的啦，就其实也是还蛮占空间的。就以后如果你不用要收起来存放的话，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占空间的疑虑，好吧？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分享开箱这个 UniLove Tummy Plus 的。婴儿床边床，如果各位朋友喜欢这一款产品的话，就自己上网去搜寻相关的资讯吧。以上就是这次的开箱分享了。如果各位喜欢柔爸频道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柔爸每个礼拜三或礼拜六，不定期更新影片。最近可能比较忙啦，所以比较更新的频率可能会比较低一点。柔爸会尽量努力更新这个更新的进度，有没有？下个礼拜见喽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们继续。哎呀，这手机。